精浓度比较低，所以喝起来会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点。刚走进来，我知道这个很有名，我们不特别介绍它是什么样的台语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试试。其实我觉得这家蛮慷慨的，就是任我们自己进来，然后随便喝，什么都可以试喝。我们先尝尝麦的。到这边这件事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来到这旁边，然后拿着鼓包等一下手，可以看到。